让我看看，。还有贺家所有的人都已经死了。贺兰姑娘，贺府遭遇巨变的时候，你人在哪里？我当时因为受伤而昏倒，可能他们以为我死了，所以我才能逃过一劫。哎呦，哎呦，贺兰姑娘啊，你怎么这么可怜哦？贺兰姑娘，你可知是谁对贺府下此毒手啊？我当然知道，就算他们化成灰，我也认得出来。那既然你知道，那你可以告诉我们吗？他们是。贺兰，你干什么？贺兰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高大哥，你知不知道，杀害我家所有人的人就是他们三个？我们三个？喂，贺兰姑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哦。你到底有没有看清楚啊？杀你全家的，怎么可能是我相公他们嘞？是啊，我当然没有看错，是我亲眼所见。姜子牙，你没想到我还活着吧？这，贺兰姑娘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师叔怎么可能杀人呢？这件事情你也有份，你当然为他掩护了。你不要乱说，我哪吒可是……哎，哪吒，别说了。可是师叔，别说了。贺兰姑娘，我相信这件事情当中一定是有误会。是，肯定是个误会，误会呀。你还是贺兰姑娘吗？你弄疼我了！呀！哎呀！这放开！哎呦！哎呀，相公啊，人家贺兰姑娘身上有伤还没好呢。哎呀，贺兰姑娘，你手没事吧？贺兰。贺兰姑娘！丞相，你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二公子，我感觉这股冰寒之气是来自贺兰姑娘的。哦，那我们赶紧去查查清楚吧。好，等一下，高将军，你这是？江丞相。姬公子，请你们以后不要再靠近贺兰。高将军，难道你也怀疑我们？喂，高将军，你不要乱听信谣言，认为我师父和姬公子是杀人凶手。就是啊，我们本来就没有杀人。这不是谣言，这是我听到贺兰亲口说的。我也不希望江丞相还有姬公子他们是坏人，但这出自贺兰之口，贺兰是不会说谎的。高将军，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是有误会，我向你保证，一定把这个事情查得水落石出。那小将在这里谢谢江丞相。不过在事情尚未查明之前，我会寸步不离地守在贺兰的身边，保护贺兰的安全。真是这么凄惨，不过我相信我的相公绝对不可能杀人的，我一定要向他说明白才行。
贺兰姑娘，江夫人。贺兰姑娘，我知道你现在是为你爹的死而伤心，可是……哎呀，说实话吧，我跟我相公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啊，我敢保证，我相公坚决不可能做出杀人这种事情来的。我相公啊，他是很爱护动物的，哪怕有一只蚊子，哎，在吸他的血，他都不会去打死他的。所以你说，像我相公那么好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杀你爹呢？贺兰姑娘，你再想想。江夫人，我现在心情真的很差，我们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，好吗？可是啊，我再强调一句啊，我相公啊，他真的是……好吧，好吧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不说就是了。我明明看见城主和小姐是死在他们手中，不过从今天看起来，似乎凶手另有其人，那会是谁呢？哼，我才不管他们是不是凶手，反正城主和小姐就是因为他们而家破人亡的。我也要让他们尝尝这种滋味。江夫人。啊。贺兰。高大哥。贺兰姑娘，反正你现在心情也不是特别好，就让高将军陪你一起走一走，聊一聊哈。那我先走了啊。贺兰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别太难过了。我没事的，高大哥，谢谢你的关心。贺兰，你我自小青梅竹马，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。伯父在世的时候想要把你许配给我，现在伯父不在了，我发誓我一定会帮你查明真相，担负起保护你的责任。高大哥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很疼我，很照顾我。我现在有一件事情，能不能请你帮忙？什么事情呢？我要你替我爹报仇。报仇？玉妃啊，孤王发现其实你跳的并不输给……那当然，跳舞是我的专长，不过青姐跳舞也很擅长哦。哦，那改天请你们姐妹为孤王共舞一曲。那当然好，只是什么名目呢？这名目嘛，大王消灭西岐，咱们凯旋胜利的时候，我跟青姐一定会为您献舞的。嗯，好。启禀大王，文太师得胜班师回朝，已在城外五里了。哦，是啊，大王，文太师凯旋而归，微臣特意请大王前去迎接。对，那也是应该的。嗯，大王，干嘛去迎接他呀？他只不过是朝臣，您是大王，
就不要去迎接他了。雨飞啊，你有所不知，这文太师啊是先王最倚重的重臣，德高望重，连孤王都怕他三分的。大王，您干嘛怕他呀？那老家伙有什么好怕的？像我就不怕他。也不算怕，也不需要你怕，但是所谓的尊老敬贤嘛。好吧，那你快去快回哦。要不你跟孤王一起去迎接一下？我才不要去见那个死老头呢。如果见了他，让他看出我是什么变的，那我不是自找麻烦吗？文太师到。文太师这么早就到了？不是说在城外五里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大王，文太师过来了，那我就回避一下吧。老臣文仲参见大王，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师免礼，谢大王。臣妾告退。等等。太师啊，她是孤王的宠妃，我们现在在谈公事，她在这不方便。正因为她是大王的爱妃，老臣更应该参拜。也对。雨飞啊，让文太师参拜一下。这就是我刚刚跟你提到过的德高望重的文仲太师。文太师。老臣参见玉妃。文太师免礼。先行告退。哎，欣欣，有什么发现吗？那个猫精果然躲在丞相府。哼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把那只猫抓过来。哎，大姐，你上次不是说那猫吃了雪山冰虾之后，三天之后就融化了？为什么我们还要抓那只猫呢？是啊。难不成我们要抓来杀掉，把它煮了吃了？青青，雪山冰虾已经被那只猫所化，就因为这样，那只猫也承接了雪山冰虾的千年道行而变成猫精。如今它的功力已经不在我们之下，而且它还可以附身于任何人身上。啊，这么厉害！那我们怎么得到它的功力呀？难道我们真要把它吃了？哼，当然不是。猫的体内有一颗本命丹，只要我们吃掉这颗本命丹，就还可以增加我们自己的功力。可是大姐，这猫精的本命丹这么重要，它一定会藏起来。以我们现在的功力，又斗不过它，那怎么得到它的本命丹？你放心，猫本属阴，所以啊，他们会利用夜晚的月光来修行道行。今晚正好又是月圆之夜，乃极阴之时。我相信这只猫精一定不会错过一个月只有一次的月圆之夜来修行，所以我们只要抓到机会夺取本命丹就行。大姐，大王在找公豹。公豹，玉清知大王在找你，你还是先回宫去吧。好，大姐，我先走了，你们要小心啊。想不到那个文太师的第三只眼这么厉害，不但能看到我的来历，而且他凌厉的光芒使得我都快招架不住了。我感觉我快变回原形了。不行，我要赶快离开这里。
玉清，公豹，玉清，玉清，玉清，你没事吧？公豹，大胆！太师，公豹，镜子还我！哼，想不到你竟然跟妖孽为伍，而且让妖孽跑到宫中来迷惑大王，你该当何罪？太师，我们并没有迷惑大王。相反的，他们是女娲娘娘派来的。女娲娘娘派来的？不错，他们是女娲娘娘派来准备要加害大王的。没想到他们觉得大王对他们恩宠有加，对他们如此关心，所以他们反过来帮助大王消灭西岐。哼，一派胡言，妖孽懂什么感情啊？太师不必如此说话，万物皆有情，不管是有情生还是无情生，都离不开一个情字。那你是什么来历啊？我是元始天尊门下，受他们感动，跟他们一起来帮助大王的。好，既然你我是同道中人，那你应该明白，老夫绝不允许妖孽在大王的身边胡作非为，所以老夫今天定要收了他。太师，你说我们是妖孽，但我们是真心真意的要帮助大王呀。如果我们在宫中胡作非为，那大王不是早就被我们害死了吗？是啊，太师，你说他们是妖，但那姜子牙呢？姜子牙带领的也是一群妖物，如果他凭借这股力量来对付殷商的话，你想我们如果光靠人能抵挡得了吗？是啊，太师，你看我们在这里到底害过谁了？我们连一只小蚂蚁都不舍得杀掉呢。只是我们每天陪着大王，让他好好料理国事，勤政爱民，我们可是真心来帮助大王的呀。是啊，太师，现在姜子牙有哪吒和雷震子帮忙，身边还有一些妖魔鬼怪，他们借助这股力量来帮助他们攻打朝歌。如果我们再不招兵买马，光是一个人，你觉得能抵挡得了吗？老夫今天看出他是一个玉石琵琶精，可是老夫却看不清那苏妲己是什么来历。太师不必如此多疑，只要我们志同道合就可以。再说了，妲己娘娘可不是妖，她是苏护的女儿。你说什么？她是苏护的女儿？嗯。可是老夫听说苏护已经投靠了西岐呀。太师，所以我们才要多增加些人手，要不然的话怎么跟他们抗衡呢？是啊，太师，您放心吧，我们是真心帮助大王的。好，老夫今天暂且相信你们，但是你们听好了，有一天老夫发现你们对大王不忠，老夫对你们绝不客气。哼，玉清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这死鬼怎么才来呀？都把我害得现原形了。哎，玉清，不早就跟你妈妈，有什么事儿立刻传音给我，干嘛说给大姐听，让大姐告诉我呢？还好我呀来早了一步，要不然的话我们俩都见不着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的小宝贝儿，别哭了啊，我不是看到你现原形立马给你施救了吗？哎呀，放心吧，有我在一天就不会让你受委屈的啊。嗯，真的吗，豹哥哥？真的。你还没睡啊？死吗，赵川剧啊？死吗，早去早回啊。
高大哥，这么晚了，怎么一个人待在这儿？我就是想在园内散散步。哎，那我陪你吧。不用了，高大哥，因为我是想一个人静一静。这怎么行呢？姜子牙他们不知道会不会对你做出不利的事情。这样吧，我在你身边，绝对不会吵到你。这个，这样好了，既然你生怕他们对我不利，那你就去他们房间门口的走廊看守着不就好了吗？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，好不好吗？求你了。好吧，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，有什么事情就大声地叫我。怎么总是觉得贺兰姑娘有点问题？到底是什么事情啊？奇怪，江丞相这么晚了，要去哪儿啊？姐，快把这道本名单吃了吧，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练好龙门阵了。好，本命丹是由千年寒冰所炼成，一般的妖是无法承受这股阴寒之气的。你这个臭猫精，少在那儿假惺惺了！要不是你吃了雪山冰虾，你怎么会有这颗本命丹的？你们怎么知道雪山冰虾的事情？雪山冰虾本来就是我们的。既然你已经知道，那还不乖乖把本命丹交出来？哼，不可能。大姐，让我来。做了什么？高将军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只是
贺兰，贺兰，贺兰，贺兰。贺兰竟然死了！你说贺兰姑娘死了？你为什么要杀她？我没有杀她，杀她的是那几个妖怪啊！姜子牙，你不要再狡辩了！刚才我都看见了，就是你杀的贺兰，我要替贺兰报仇！你先冷静一些，你听我说，多说无用，下去留着跟贺兰说吧。你先听我说，放开我！高将军，你疯了？你这要做什么？姜子牙杀了贺兰，我要替贺兰报仇。什么？你说我师父杀了贺兰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亲眼看见的。你也不好好想想，如果真是师叔做的，他干嘛不连你一起杀了？这样更省事啊。对啊，你听我说，我敢保证是刚刚几个妖怪杀了他。当前要务是赶紧把贺兰姑娘带回去吧。贺兰，贺兰，贺兰，贺兰。师叔母，师叔母，师叔母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师叔母，你快醒醒啊！师叔母，你谁呀？师叔母，师叔母，快起来，出大事了！师叔母，我活得好得很呢。哎呀，好什么呀？你快起来啊！三更半夜的，哎呦，什么呀？师叔母，师叔母，快起来呀！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！缺乏母爱啊！哎呀，缺乏什么母爱呀？贺兰姑娘，贺兰姑娘，她死了！哎呦，这三更半夜的，你就不要骗人了。贺兰姑娘，她不是跟我在这儿？怎么回事？她不是跟我睡在一起的吗？哎呀，师叔母，你别说了，她尸体现在就在大厅里呢。啊，真的？嗯。哦，我要去看看，我要去看看。快快快快！师叔母，衣服。哎呦，师叔母，哎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看看是不是啊？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刚刚明明还跟我在一起睡觉，怎么会突然间就死了呢？招娣，贺兰姑娘是被妖怪所杀的。啊！你胡说，贺兰分明就是被你杀的。我，高将军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我师父是不可能杀人的，我亲眼看见的，难道还会错吗？哼，高将军。你别以为你是客人就可以这么霸道啊！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贺兰姑娘不是我师叔杀的。如果真的是我师叔杀了贺兰姑娘，他就连你一起杀了。你是猪啊，听不懂人话！如果你再这样胡乱诬陷我师叔的话，别怪我李哪吒对你这个将军不客气了。哎，哪吒，事情还没有搞清楚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哎呀，什么事情吵成这个样子啊？你们，贺兰姑娘怎么累成这样啊？睡在这里啊？小妹，贺兰姑娘，什么？什么？怎么啦？哎呀，死了，死了！嘘，我自认武功不如你们，但是处理完贺兰的事情之后，我会回去。并报侯爷这里发生的一切，让侯爷取消和西岐的联盟，甚至派兵攻打西岐。高将军，你又何必意气用事呢？我保证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彻底去调查的。哼，这我管不着，全凭南侯定夺。不过姜子牙，我现在请你离开这里。啊！我不想让杀贺兰的凶手站在他的眼前。高将军，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啊！这可是相府，哎，这是我的家，哎，我跟我相公爱逛哪里就逛哪里，你管不着啊你！就是啊，高将军，你现在是乞丐赶庙工啊你！高和，我看你真的是皮在痒。武吉，哪吒，高将军，我离开。啊？可是我请你相信我。贺兰姑娘绝对不是我杀的，这一点你必须明白。哼！哎，相公，师父，师父，相公，相公，
会杀人呢？我倒是要问问贺兰姑娘，到底是谁杀了他？贺兰姑娘，哎，到底是谁杀了你啊？你说啊，马姐，说话呀、啊，马姐不说话呀，马姐啊，贺兰姑娘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在这里问个鬼啊？哎呀，管他呢！我告诉你们，我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守灵了。江丞相，啊，进去吧。哎，我一直怀疑，这府里的寒冰之气是来自贺兰姑娘的。我一直觉得她并非善类。只是竟然他被妲己所杀，妲己为什么要杀他呢？莫非他有什么东西可以威胁到他们？什么吃的喝的穿的都给你买过，是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？对。那你陪我守灵。不。啊，马姐，是你自己说你要守灵的，所以你要守，那你就自己守，我才不要跟你一起守呢。我要去睡觉了。哼。啊。哎，小麦，我不跟我把你当成好姐妹啊！我只愿陪我在这里睡一个晚上，你都不肯。我。啊。马姐，大难临头，谁跟你是好姐妹啊？再说你又不是武吉，如果你是武吉，我还勉强会陪你一下呢。马姐，你看看这里烟雾飘飘，阴风惨惨。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好恐怖啊！好恐怖、啊！哎呀，小妹，你别再说了，说的我好害怕啊！我也害怕呀。夫人。啊！你要死了！你要是害怕的话，就去睡吧。这里我来守。啊！我有说过我害怕吗？你认为我会害怕吗？我有说过不在这里守灵吗？哼！我只是希望我们几个人能和和睦睦、安安静静陪着贺兰姑娘。如果你能听到我的话，你今晚就现身在我面前，告诉我，到底是不是姜子牙杀了你？如果不是他，那到底是谁？你能听见的话，你的魂魄一定要回来告诉我，到底是谁？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马姐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冷。太好了，我马上去给你煮姜茶。哇，真是有异性没人性啊！哎呀，太坏了！还好有你这个靠谱的人在这儿啊！我说高将军啊，别害怕了啊，有我在呢啊！夫人啊，你真的要受灵吗？当然了，我马招娣啊，向来说话都是说到做到的。那好，既然这样，男女有别，夫人在里面，我去守外面。哎喂，哎哎，等！哎呦，一个大男人不就死了一个人吗？有什么可怕的？是不是贺兰？哎呀，贺兰姑娘，我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不过说真的啊，你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倾诉呢，找外面那个人，就外面。
那个人呐、啊，他阳气重。再说你跟他很熟啊，我跟你之间，大家不是很熟啊。再说，如果你需要找我办事情，我又办不了什么事情，我只会吃啊。谢谢啊，拜托啊。哎呀，这个小妹，不是说去拿姜汤了吗？拿了个半天也不回来。不行，一会儿等他回来的时候啊，我一定要死死的抱着他，别他打我骂我踢我踹我砍我还是怎么弄的，反正我死也不会放手的。就这样了哈。我还是先睡会儿吧。眼不见心不烦。煮姜汤了吗？怎么半天也不回来呀？不是说好了一会儿就回来吗？怎么还不回来呢？哦！哇，我的妈呀！哎呦，人呢？人呢？哎，人呢？贺兰姑娘，贺兰姑娘！哎，人呢？贺兰姑娘！不行，我一定要告诉高将军。哎呀，讨厌，让开！江夫人。江夫人。贺兰姑娘，我只是睡了这么一觉觉，没想到你老人家这么快就来了。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死了，你就不要在人间游荡了呀。啊，你说你要找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丫鬟伺候你？好啊，没问题啊，我马上就派人去做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，然后烧给你好嘞。我没死啊。什么？你说你没死啊？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皮肤弹性好好，还冰冰的。哎，是不是用了聚美堂的化妆品啊？哦，一定是小妹推荐给你的，是不是？贺兰姑娘，你真的没有死啊？是啊，我没有死。我就是感觉一口气上不来，然后就不省人事了。这样，高大哥，我没有死，我就是有一口气上不来，所以晕过去了。真的吗？我现在没事了。真是太好了。高将军啊，你现在自己问问贺兰姑娘，是不是我师父害了她？贺兰，是姜子牙杀的你吗？哼，你看吧，诬陷我师叔。你怎么了，夫人？他的手好冰啊！哎呀，那赶快送到房间休息去啊！哎呀，来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不知道。哎呦，这手还真的挺冰的。走。啊，丞相。啊，二公子，怎么，丞相还在为贺兰姑娘的事情担忧吗？贺兰姑娘的事的确是充满了很多的疑点，只可惜
如今他已经死了，就没有办法去查证了。丞相，我就是来告诉你，贺兰姑娘醒了。什么？她醒了？书信和我说。